你看一下。哦，好恶心哦！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哈哈哈 ！V O N N A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merica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啦。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模组体验哦，然后呢，今天啊，老头又装了一个新的模组哦，叫做什么异常模组？哎，这个目前呢正在工作坊上面呢，目前是在热门当中哦，就是。算是很火热的一个模组哦，哎，最近才发现的。然后我看它里面很多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哦，哎，老头二话不说就直接把它加进来了。那今天我觉得应该会先以这个为主啦。哎，我看一下哦，它英文名字好像叫做异常发生模组吧，叫做 Anomaly， 应该是这样念吧，我应该是没有翻译错误吧。哦，这个模组呢，哎，是目前最新的、哦。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看这个。那之前的更多怪兽呢，我们可以先缓缓哦。反正呢，有很多模组够我们看哦。来吧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啊。然后呢，它这边的怪物分布哦，应该是说生物的分布哦，总共有分陆地生物、飞行生物、BOSS， 以及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不知道哎。海洋生物，这两只应该是属于在海里吧。应该是，那我们先不要管它。我想先看一下陆地生物。首先看一下第一只，第一只这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直接设定为100等好了。哎，我们之前都设定成一等，就后来发现等级一的那个伤害差距实在是差太多了。好，召唤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一只巨型蚂蚁啊！哇塞，这是什么蚁啊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蚁耶。怎么感觉还蛮厉害的这种感觉？这跟我们方舟的蚂蚁比起来，应该是说外观是长一样的吗？攻击！哎呦，右键，他右键放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自动治疗，这个家伙可以自动治疗啊？居然吗？它有什么功能？那、啊、只有右键放这一招应该是自动治疗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如果坐在上面，我这只可爱的霸王龙居然是在前面嘞、欸！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这只可以跳起来，笨蛋蚂蚁！哇，这还有想到以前好像有那种很老的那种美式电影哦，就是在说一群蚂蚁啊，巨大蚂蚁入侵了我们地球啊。哎、欸，然后我们人类很惨这样子，忘记叫什么了。这是什么？出来吧！哇！啊！发生异常，好像还蛮符合这模组的主题哦。这只与暴龙发生了异常，所以说这只蚂蚁巨大化也是发生了异常，就感觉有点像是被辐射感染的一个概念啊。发生异常的雨暴龙，哦，骑上来！哎呀，它这个后面居然有一颗，那是被寄生吗？全身好像被什么卵囊寄生一样，感觉有点可怕、啊。右键，哇塞，它异常状态下，它的怒吼是变得更有威吓的感觉啊！这个好像才是他原本的吼声诶，然后这个右键好像是他的新能力啊，口臭发射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嗯、啊、哼，第三个，这个是雨暴龙嘛？哎，这个好像是蜘蛛哦。哎呀，这可以骑吗？不行。这个家伙，这是被感染的蜘蛛吧？是不是？做的还蛮恶烂的，我觉得。可是为什么他在扣血啊？这家伙为什么一直持续在扣血？他不能在日光下灯照吗？啊？哦，原来这才是他的头哦，直接抓起来。这个嘞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好恶心哦！哇塞，这是什么？V O N N A。
这是大巨型大瓜牛吗？我怎么看见了巨型大瓜牛了？他这个视角我没有办法拉到最第三人称呢、欸。喵！吃掉他快！哎呦，直接喷了！哎呀，只能这样子看了。你看那个头，耶！哦，又是胃食道逆流，胃酸过多。还有什么 ？Auto Control Q 键 R 键，这只超炫的呢！哇，第一次看到这种生物。可惜这周围的生物好像都少少的这样子，有多少滴？182。胃食道逆流，胃食道逆流之术。想要给他点移动速度了，真的走太慢了。我让你成为陆地上的蓝宝接你，有了，有嘞，嘿嘿嘿，哇哦！他这个视角只能看到头啊，有点可惜啊。哎，刚刚西剑没有用过，对不对？这个会不会爬墙啊？不行。可惜这个家伙无法爬墙，再敲一次。我还以为他这一只啊，可以把它做成就是张开他的大嘴，直接把这种中小型生物一口就吃到嘴里。哦，如果有做这个，真的帅。可惜他没有把它做出来。啊，你居然没有把他的那个特效给做出来。一口吃啊，人家一口水饺，人家一口恐龙嘛，对不对？还蛮恶烂的，封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怕呢。啊？哪里啊？哦，哦呦 ，Oh my god， 抓起来！哇塞，你要出来不出来的，吓死人啊！这可不可以骑啊？只好强训你了，强训你，我也不能骑乘吗？哇，有点可怕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是遁地的哎、欸，然后再咚，啊，有呢，我看一下这个角度可不可以强训，不行。就是他了，上啊！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被这个小树枝给卡住啊，还真的嘞！哎呀，打太久了吧？算了，打这一只，攻击，攻击他！哎呀，怎么突然喷火啦？哦，有够凶，有够凶！好啦好啦，你去旁边玩沙，你去旁边玩沙。哦，有在咬喽。哦，水咬，他把他咬死了。我刚刚看到他是有喷火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喷火跟什么？喷火跟咬，还有什么甩头吗？你看那个，哎呀，他居然有。六个舌头哎、欸，有个恶心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一只哎、欸、可以强训了，刚刚不行，现在可以了。妙蛙花没有啦，食人花，花草异变，这估计也是不能骑吧？哎、欸、呀，直接自带蜂蜜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攻击是旋转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帅啊？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就挂了、啊，好，就这个样子，奇怪的东西。再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什么、哦？哇，哎、欸，怎么跟刚刚那只有点像啊？它头在哪里啊？哇，这异形吧，这个，哇塞，这也蛮酷的，好像蝎子哦。怎么可以那么像蝎子啊？
走路好慢啊！我刚才以为这上面杀了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左键，哦，超级蛋蛋，哦，他的 C 键是往后跳，哎，哇，还懂得回避呢，这家伙还懂得回避呢，酷哦！我帮他点移动速度，也要让他成为那个拉风的那个男人。拉风拉起来，可以跳吗？不行。要做左键、右键跟 C 键没了。C 键是往后跳，有啦，这边有一只啊，鱼鸟。kiss 了，喷一下75，喷一下75滴，好吧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哇，那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把陆地形全部看完嘞、欸。陆地形最后一只，哎，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啊！哎呦，不要咬我啦！来攻击，呸呸呸！对啊，是大同小异耶，啊，就这只只是蓝色而已啊！死人花再见，死人花要死了，哈哈哈！我要见证死人花死亡。拜，好啦，我觉得今天操作先到这里结束哦。我们这个异常模组大概就这个样子哦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可能再看看吧。然后老头 SCP 也装进来了哦，之后来看一下 SCP 吧。欸、我们 SCP 好像有一些非常可怕的生物哦，这也太多了吧 ？SCP 25099994715还是干嘛的？啊，我们下一集来看 SCP 好了啦。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子了。老实说，这个模组我觉得还好，不过他的 BOSS 我还没召唤出来哦，所以说我不知道 BOSS 长什么样子，反正之后再说吧，好不好？先到这了。好，一样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体验，方舟模组体验再见，下一集见，拜拜。